Rice 子瑜近日除了个人代言，团体去年拿下日本 Lux 代言，推出联名系列樱花般粉色概念，让九妞美貌广受好评。Lux 近日又公布每位成员广告拍摄花絮和访谈影片，而子瑜一番不后悔的真心话，让网友粉丝们格外感动。子瑜小小年纪就离开台湾，到韩国当练习生却不含苦。他在访谈中坚定表示：“这就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所以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被网友大赞不愧是女神，内心的能量也很强大。而子瑜在 Lux 画报的造型，梳着低发髻搭配粉紫色外套，温柔又梦幻的美感让网友纷纷大赞好心动。而子瑜也在访谈中坦言，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太亮的发色，不过也挑战了几次，让 Wise 感叹粉紫发子瑜真的是传奇造型啊。결정을했으면다후회없이